是跑了一下中山。我们先在荣贵松松脚先，今天我们是蹭个老年团。先打卡181长桥仓，这里也是个文创区。可能今天虽然是周末，好像人也不算是很多，它有很多 coffee shop。我觉得这里就是有一点点小，就是不像别的文创区有那么大。这里文创区呢，它有很多涂鸦，这应该是以前就是一个仓库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原来是做纺织厂的。其实国内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什么纺织厂变成文创区，就是已经废弃的工厂。哦，还蛮酷的，就地方有一点小，可以逛的东西比较少一点。全都是柠檬茶，又是柠檬茶。我以为这间又是卖柠檬茶为主的手摇饮料店，其实是咖啡店，全部都是手机落单。刚刚点了一杯美式。这里还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。Oh, I see. 还可以再上？没了。还蛮酷的这里。我们中午吃的这家餐厅其实应该是以前也是纺织厂，所以你看这个上面有很多梁，这些梁应该是以前是挂这些纺织的一些用具。天麻炖鱼头汤，卤水鹅，韭菜，炒这个咸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知咩鱼啊？大头鱼。大头鱼啊！我哋个松鱼。哦，我唔识喎，我唔识喎。普通话诶，用鳙鱼。哦，呢个应该系藕饼唔知。呢个鸡。跟住有鸡啊，正啊！我试下先。呢个系咩？川宫系咪啊？系啊。天麻。天麻啊！系咪有黄子华？天麻鱼汤 OK 喎，嗯，有咩啊？咩啊？黄子华啊？你好明显系有中药喺入边噶嘛？冇啊，单到啊，有黄子华噶啦，冇啊，唔想要俾妈妈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？卤水豆，嗯，好啊。不要发烧蒸鱼辣不辣的呢？辣芭蕉鱼咯，嗯，芭蕉咯，好爽啊。妹妹吃饭饭肉，真的吗？我都觉得 OK 的。当然没饭就好了。刚刚买的咖啡还不错，人家刚才是称那个豆子的。炸菠萝，再试一下这个鱼饼，有点冻。试一下一个小鸡。是不是小鸡啊？用生菜包这个
韭菜加蚬仔係咪啊？好食。呢個真係好食。啲狗都好食啊！呢個韭菜跟蚬仔好正。咪都係豆腐啊！好鮮味啊！好大一塊豆腐。我食好多球。上面還有好多海鮮。你見唔見啊？咁大手指。嚇！咁仲飲啤酒？再飲咯。我排咗排咗，好嫩这个豆腐，哇正啊！王行饭终于登场了，现在试一下这个黄鳝饭，里面有黄鳝啦，然后香菜，还有这个木耳。还有腊肠、酿茄子、吃完午餐，我们直接开车来到中山。这里就是孙中山纪念公园。我们今天来参观中山市博物馆。So nice。今天来看中山华侨历史展览。有鱼鱼吗？这里陈列众多中山华侨的历史资料文献。喜爱文献资料的同好不要错过。孙中山先生。还有陈列一些当年所用的物品。博物馆后面还有走廊可以打卡拍照。感觉这博物馆，因为我没有，来之前没有研究过它是什么时间盖的，但是我看感觉还是很新的一个博物馆。这样子我们就走回前面啦。从中山市博物馆出来呢，对面呢它有一个很旧很旧很旧的楼。逛完也差不多要回酒店。今天我要住这家酒店，好像留了一间叮当的房间。好了，阿妈要回了。是不是叮当？哦 ，yes， 真系叮当，来啦，来擦卡先。Yes， 我开始。哇！哇！哦 ，OK 喎、哦，哇，这个要攞翻俾阿妹喎、哦。你系边个嚟噶？边个？哇，呢、这个厕所攞翻俾阿妹用喎、哦。哇，好舒服，这厕所。Not too bad。厕所也挺好，挺大的，然后还有方便小朋友去洗手间的台阶，还有小朋友的用具。哎呀，最可爱的是还有这个公仔，但是好像是山寨版的。玩 ，KK， 玩一下这个。哇 ，good！ 哎呀，这个好可爱呀、啊，是一个手套的公仔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书是给小朋友看的，超可爱。
我们 check in 酒店后就来到附近的万象城吃自助晚餐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然后我就惊呆了。哇！我的天呐 ！God！ 奇怪。哇！捡了！哇，居然还有新鲜的 ！Oh my god！ 国内的自助餐火锅也太卷了吧！全部都要咬碎！我捡了！这菇是什么菇都不知道。热食区，哇！光汤都有三种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长见识。啊，我的小龙虾！哇，爽歪歪了，爽歪歪了！我真的要爽歪歪了，我有靠 ！My God！ 哦，饮料有这么多，还有茶。终于知道北上消费是为什么。这个在香港应该吃不到吧 ？God！ 哇！水果捞，哦天哪！光料就这么多种 ，OK OK， 这个自助餐。天哪，这还有各种的。哦，这国内已经卷成这样了吗？你看这个。毛肚、千层肚、鱼片、肉片，我拿了黄辣丁，两边的锅都是不辣的，还有我最爱的烧烤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北上消费。这个菜啊，这个菜是什么？野茼蒿。好吃吗？很好吃，你试一下羊肉。然后我刚才拿的千层肚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北上消费，不愿意在香港消费。这种性价比的东西在香港能做到吗？不可能的。我烧烤什么都有，黄辣丁。上一次吃黄辣丁应该还是在小时候在家里。这里是，又有日本刺身。又有各类的海鲜，新鲜的海鲜，再加小龙虾、烧烤，还有泰式的，还有港式的，所有你可以想象到的食物都有。另外，饮料、茶水、饮料，还有可以自己去泡茶，还有红酒。对，就是虽然红酒质量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就是所有你可以想象到的食物，这里都可以吃到。我要再去拿吃的咯。而且整个餐厅的环境我觉得都是 OK， 服务员的态度也很好，所有的东西收拾的都很干净。我拿东西的时候，只要是他们开始缺的东西，
就会有服务员在加咯。而且我是没有想到它这里是有新鲜的这个鱼。所有的这些海鲜都是直接捞哎，而且我看这些鲍鱼都是活生生的，绝对性价比很高。我好久都没有拿出来的牛蛙，好久都没有吃啦。主要他们的菜品很新鲜，我觉得。对，我很喜欢它这种菌类有特别多的选择，然后这些菜都是很新鲜。这个是穿心莲，很爽脆的菜，这是我第一次吃，应该国内很流行，但是香港没有这个菜。我觉得呢，这里其实总体来说都不错，但是有一点就我们这个房间里比较热，冷气打得不是很足，其他的我觉得对香港人来说应该都是 OK 的。有空大家可以来试一下，那我继续吃咯。吃完晚餐后回酒店休息片刻，终于等到我最期待的部分，就是按摩。现在我们出去做按摩。在酒店附近有一家汤臣，准备去试试看。晚上的中山，其实可以更加靓啲嘅呢啲树。越走到了这个叫什么呀？汤臣健康生活馆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太久没有在国内靠自己走路找地方。这里真还虚否啊？哎呀，我今天真的顶不住啊。今天一天在外面用餐的地方冷气都不足，果然很带领老年团冲呀。哇，环境整洁。养生茶是什么茶呀？我要养生茶。环境非常棒，厕所里直接是可以换衣服，而且还有冲凉的地方，很干净。北上来玩真的很爽。这边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那你是喜欢水温热一点还是适中呢？热一点吧。对，沙发一推开就是泡脚池。泡脚的水是艾草水，泡脚的时候我会帮你按一下肩颈。我太久没有按过，我都可以听到自己的骨头在响。他们这个沙发也很大，还可以看电视。看电视，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项目表。好，然后他们会给一些，这是标配，有茶水，然后还有宵夜可以吃。好了，我要继续按一下脚。然后我们今天选的是120分钟，它有60分钟的脚，然后再加60分钟的身体。可以推油或者不推油。对，看着沙丘做按摩。然后它还有糖水，今天是龟苓膏和这个叫什么呀，银耳是吧？对。然后他们这里还有宵夜，等一下等按完之后再去试试他们的宵夜，看看怎么样。
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两个小时的按摩了，他这里呢好就好在做完按摩之后他还有宵夜可以吃。对，宵夜呢它有牛腩粉啊，榨菜肉丝面，这个面就是方便面，还有饺子。另外呢还有一些点心啊，还有茶叶蛋。对，捞出来看。对，还有一些吃的，还有东西喝，居然还有维他奶。感觉这个老板还蛮讲风水的，这肯定是个风水阵。这个整个装修都感觉非常干净，很整洁。做完按摩之后还可以吃个宵夜，还有龟苓膏。所有的面都是现点现做。我点的是一个榨菜肉丝方便面，吃完就回酒店了。Okay. 第二天我们直接 skip 早餐，中午吃个乳鸽。红烧乳鸽，直接是配辣椒粉。吃完这个我们就要回香港了。今天的最后一站就是老年人去逛集市，我们来喝咖啡，然后在附近找了一家这个特别可爱的猫猫咖啡。咖啡店在沙岗墟，进门就有猫猫迎接我们。猫猫整个咖啡店都是以猫猫和粉红色黑色为主调，太适合打卡了。老板也是两位年轻人，这次来旅行尝试的咖啡店都没有让我失望。我点了一杯拿铁，然后另外一杯美式，这感觉跟香港的 style 也差不多。嗯，就喝完这杯咖啡就要回香港了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，记得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啦。 Cheers， 拜，回香港喽，拜。回头再见，拜拜。